玉兰，麻烦你多唱几支好不好？琼英姐妹到现在还没来，真急死人。对不起，今天我有事。哎，玉兰。 现在才来，我刚下班。怎么不说话？我不想打破寂静的夜晚。那就免开牲口。<笑>我有一个好消息。哦。我今天接到慕尼黑科学院的奖学金通知，要我立刻报到。 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，让你分享我的愉快。你高兴吗？志伟，我太高兴了。什么时候走？手续办好就走。 我不能抛下我爸爸，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。我们可以恳求他老人家同意。我没有这股勇气。玉兰，难道你不珍惜我们多年的感情？ 我不能丢下满身是债的爸爸。原来你心里没有我。志文，你要我怎么样？我要你跟我到欧洲求学、结婚、创事业。玉兰，你要给我肯定的答复。 玉兰，我们一起走。我让你跟我走。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。玉兰，我求求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志文，给我一点时间考虑，让我想想办法。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爸爸，你在等我。爸爸破产了。破产？爸爸，那怎么办呢？房子疯掉了，我去坐牢。 我们一家子全完了。
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？办法是有，恐怕……爸爸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什么事都干。啊，我跟王天德商量过，他愿意帮我还债，可是他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要你嫁给他。爸爸，我不能答应。玉兰，王天德虽然年纪大了点，可是人还不坏，而且向你求过几次婚，我看……我不答应，我永远也不会答应。我知道不该这么逼你，不过为了这个家，为了爸爸，我求你答应这件婚事。要是你不答应，爸爸就得在牢里。玉兰，你忍心吗？玉兰，你要救救爸爸。爸爸，我答应。玉兰，我太感激你了。既然玉兰答应婚事，你的债务我负责还清。谢谢，谢谢。今天先开50000块钱支票给我，免得退票。玉兰呢？正在化妆等你呢。哦，好。玉兰，快点吧，王先生等你好久了。拿去吧。啊，请。你们出去玩玩，我有点事失陪了。哦。走啊，连你都是我的人了，还害什么臊啊？哎，玉兰呐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筹备我们的婚礼。我让你住别墅，吃山珍海味，穿貂皮大衣，而且我会把你捧得像皇后一样。你别看我年纪大，告诉你，体贴女人的经验我最丰富了，而且我的体力充沛，绝不输给那些年轻小伙子。玉兰，怎么你坐了半天连个屁都不放？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玉兰，你。玉兰，申请书拿到了。哦，玉兰，明天我就去办，下个星期就可以走了。对了，你爸爸怎么说？玉兰，是不是你有困难？我不想去。啊？为什么？
我为什么？只求你谅解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志文，你有你的前途，我是个平凡的女人，我配不上你。是怕我养不活你，还是你存心想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我没有骗你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走？我家需要一个有钱的男人。有钱的男人？你爸爸要多少钱才肯把你嫁给我？志文，别挖苦我，我有我的苦衷。我问你，你爸爸到底要多少钱？志文，多少钱？100万。100万？100万？你才值100万？你真是便宜的贱货！不要怪我，不要怪我！你不要装出可怜的样子，我不会怪你。算我自己瞎了眼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再也不会看到你。你要原谅我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别做戏了，这里不是舞台，从今天起我们一刀两断。
小姐，你先出去一下。嗯。王先生，什么事？又要钱呐？20万就够了。我没空。拜托拜托，你不给我，我只好跳楼了。哼，婚还没结呢，钱都快给光了，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要钱。哼，碰到你们这家真倒霉。谢谢谢谢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哼，哎，爸爸，王天德，你这什么态度？快捡起来！谁要钱谁捡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捡。爸爸，我们不是臭要饭的，何必看他的脸色？哎呀，别臭美了，没有我，他早就完蛋了。这是什么话？你帮助我爸爸是有条件的，别无施舍。玉兰，你就少说一句话，我捡不是一样吗？不行，我要他捡。王天德，你不能欺人太甚。笑话，我欺负他，我还要替他还100万的债呢。你并没有白付钱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都是我不好。爸爸，我们是人，我们有人格，他不该侮辱你。孩子，玉兰，别以为我要娶你，你就神气。我告诉你，我这100万呢，就可以娶10几个老婆呢。什么？狗嘴长不出象牙！我，你给我滚！哼！哎，王爷，玉兰，你怎么能得罪人家呢？什么病啊？还不知道呢。玉兰，王先生来看你来了。玉兰，我好心好意来看你，你搭什么臭架子？切！哎，王先生，你别生气啊。爸爸，你留他干嘛？玉兰，天德是你的未婚夫，你的脾气该改一改嘛。我就是改不了。哎，哼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王先生，玉兰是小孩子，你何必跟她计较呢？护士小姐，她到底是什么病啊？检查出来没有啊？她没有病。哦，那好极了，我就一向知道玉兰身体很好的啊。护士小姐，那么她可以不用住院了。啊，医生让她多休息几天，她有喜了。啊，有喜？玉兰，真的，你这个老家伙，女儿有了野种，还想推销给我？你存心让我戴绿帽子？王先生，我也是刚知道。混账！我不要你女儿，把钱还给我。王先生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我马上到银行把支票止付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冤大头。王先生。玉兰，王天德要是退婚，我就要破产了。你，哎，你真是要我的命啊！爹娘女儿不孝。哼，你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，从今天起我们断绝父女关系。你不是我的女儿，我也不是你的爸爸。爸爸，不要叫我爸爸，滚开！爸爸。
抱歉，厂方规定不准雇佣孕妇。我会烧饭。厂里不开火。小姐，快点输血啊。是。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他妈妈呢？我们正在输血，恐怕他会有危险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正在急救。快打强心针啊！是。哦，啊，大夫，方小姐的身体没有问题吧？我们已经尽力了啊。漂亮，你看，啊，多谢你半年来的照顾。我已经来不及抱他了。冯小姐，你要振作一点。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你说吧。我一定替你办到。这孩子就拜托你了。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善心的人，请你答应我。我小姐，我答应你。方小姐，方小姐。乖乖乖，
乖，别哭哦。三轮车啊，来了，快点啊！去吧，我要爸爸陪我去上学。哎，爸爸要去做生意呀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要你跟我一块上学。啊，好好好。我又忘了，走，我送你回家。用不着。慧慧。爸爸。爸爸，你今天怎么会有空？送，顺便来看看你。走，我送你回家去。慧慧。爸爸。爸爸。吃点心。还没睡啊？爸爸没回来，我睡不着。大概是在等爸爸的点心吧？啊？嗯，爸爸这么说我，那我就不吃了。哎，好好好好，爸爸说错了，吃完了快点去睡吧。啊，嗯、谢谢爸爸。爸爸，哎，你也吃一个。哎，该多好！哎，慧慧，快睡吧，不要想得太多了啊。志文兄，嗯，出国18年，你现在是衣锦荣归，功成名就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惭愧惭愧。台北倒是进步不少。嗯，金德兄，嗯，我信上托你找的人有没有下落？听过了，已经去世了。啊、哦，去世。你真不愧是电脑专家，到现在还没忘记18年前的旧情。感情的创伤，
辈子也忘不了。玉兰，抱歉，原谅我冒昧的举动。你实在太像我以前的女朋友。谁相信你的鬼话？哼，你要是再跟踪啊，我就去报警。哦，那倒不必，真对不起。小姐，这次该轮到我报警了吧？我看你并不像坏人。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？我何必说谎呢？那你的女朋友呢？已经去世了。这里是以前我们常约会的地方。我真像她。嗯，你跟她一样漂亮，一样可爱。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？我喜欢清静，喜欢孤独，喜欢有自己的天地。希望我没有破坏你的清静。不过，我不赞成孤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尝够了孤独的痛苦。啊，你在哪个学校念书？我在淡江文理学院。哦，好学校。哪一系？哲学系。将来一定是个有名的哲学家。怎么称呼你？啊，我叫林慧慧，你呢？李志文。李志文，那么你就是刚回国不久的电脑专家李博士？不敢当。啊，怪不得我看你很面熟，报纸上对你的成就写得很详细，我们同学都很佩服你。其实我是个平凡的人。
这次回来不过是为了尽国民的一份力量。啊，你到欧洲多久了？18年。真巧，你出国那年我刚出生。真的？嗯，我们总算有缘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啊，我爸爸。昨天晚上一共做了560块钱生意。啊，好啊，那你赶快回去休息去吧。等车马好了，我就要去做生意去了。来，回去。哎，哎，请问，您会不会在家吗？啊，你是？我叫周明红，哦，同学。那你请里边坐吧。谢谢。我想找慧慧出去玩。哦，她已经出去了。说是跟同学去看电影去了。嗯，对不起，打搅了。掌声凉快。好玩吗？好像我返老还童。谁说你老了？时光如流水，转眼已虚度了半生。我看你啊，只有30岁。哦，我宁愿年纪大点。为什么？因为30岁的我还在国外踢赢棋盘。留学？嗯，没那么大的志向，就想找个知心人。今天上午有个周明红来找你。嗯，他呀，他是个小讨厌。啊，看样子蛮老实嘛。他是不是在追求你？嗯，爸爸，我不喜欢毛头小伙子。哦，你是说你喜欢老头子？嗯，我喜欢爸爸。慧慧越来越顽皮了。哎，告诉爸爸，嗯，是不是有了男朋友啊？是个电脑专家。电脑？嗯，什么叫电脑啊？所以电脑的正确名称应该是电子计算机，是人类迈向科学化进步中一项伟大的发明。它不仅可以计算种种的难题，也帮助了物质文明的进步。今天电子计算机的普遍运用固然是人工节省了不少，但是它不能完全代替人，它只是替人类做事的一种机器。在欧美有些地方常借电子计算机来选择配偶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其中必定是错误百出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因为电子计算机没有知觉，而人类是感情的动物。
厅。请坐。啊。我喜欢你的结论。你是说人是感情的动物？嗯。以后欢迎你随时来玩。嗯。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不会寂寞？还好。谁的相片？我太太的。你太太？嗯。原来你已经结了婚了。是啊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怎么了？你。哎。慧慧，我有两张电影票，晚上我们一起去看吧。周明红，把你的心思放在书本上吧，不要糟蹋你们家粮食。哼，不要装腔作势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有鬼。啊，那个鬼就是你。哼，是那个七老八十的电脑专家。你神经病。慧慧，我只是来拿昨天的书的。慧慧，坐一下，对你没什么坏处吧？嗯。哼，有话快说，我不想跟有妇之夫来往。你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，难道我结婚是罪过吗？你还年轻，要专心用功，希望将来我能帮你找一个深造的机会。嗯。你们感情好吗？哎，老实说，我忘不了十八年前的女朋友。今天是我生日，一道吃饭好吗？嗯。生日快乐。谢谢你。志文，志文，志文，你还没有祝福我。我祝你永远活泼可爱。吃点水果吧。嗯，好啊。哎，慧芳，你怎么回来不事先通知我一声？我想给你意外的惊喜。没想到你的生日倒过得很愉快呀。嗯，
这是林慧慧小姐，这是我妹妹。志文，你的手脚倒是挺快的，回国才几个月就已经找到小妞了。哎，慧芳，你听我说，她是……她是很漂亮，就是太嫩了一点儿。你花多少钱买回来的？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我偏要说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妖精，竟敢破坏我的家庭，走，我们到法院去！你嘴巴干净点，不要开口骂人，骂你是便宜你了。让开，我赏他两个耳光！你发疯了是不是？他是我的客人。什么客人不客人？你给我滚！哎。丢人现眼，一点风度都没有。我没有风度，你没良心。昨天发生的事情很抱歉，我心里很难过，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对你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。那人的鲁莽，挡不住我对你的关切。你不怕他？只要问心无愧，为什么要怕？走，我送你回家去。我家是住在这边，要不要进去坐会儿？啊，不用，改天再来看。生意不好，只有200多块钱啊，那你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哎，阿福啊，啊，慧慧有了男朋友了。哎，这有什么稀奇呢？慧慧现在是个人见人爱的大姑娘啊。我这人年纪大了一点啊。哎，年纪大，你见过了？嗯，大概有40几岁了。说的电脑专家今年几岁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有没有40岁啊？差不多。啊，爸爸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很喜欢他？嗯，我觉得他很潇洒，又有学问，又有绅士风度。慧慧，不是爸爸爱管闲事啊，做朋友年纪大小无所谓，谈恋爱这可就要考虑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李志文。啊，他叫什么？李志文。爸爸，你好像有心事。没什么，你快去看书吧。劝你还是不要告诉慧慧事实的真相，万一她知道了你不是她的亲生爸爸，
他就会回到李之文的身边去了。那你不是白养他十几年吗？不说怎么行啊？万一慧慧真的跟李之文谈恋爱，那我罪过可就太重了。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。你禁止慧慧跟他来往不就行了吗？我怕我说不出口啊。爸爸，我走了啊。慧慧。慧慧。嗯。再过两年，你就要毕业了。你要好好用功啊，啊。我知道。我的成绩不是很好吗？爸爸想，你还是暂时不要交男朋友。爸爸不喜欢李之文。不是不喜欢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那又为什么呢？我没念过书，说不出来为什么。爸爸只知道疼你。爸爸，你放心。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朋友，我走了啊。啊，李先生。嗯。我叫阿福，我是慧慧的爸爸。哦。来，到我的办公室去坐去。不用了，我是个粗人，进不了办公室。李先生，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。慧慧出了什么事情吗？没有，我只想拜托你一件事。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办得到。慧慧的年纪太小了，希望你不要再跟她来往。你误会了。我跟慧慧不过是忘年之交而已。可是她并不那么想，好像当你是男朋友。这叫我怎么解释呢？不用解释了，李先生，你是有学问有地位的人，千万拜托你，请你答应我。我跟慧慧见次面，或许一切难题都会解决。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喂，我就是，是我写的，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谈。就在我们上次见面的地方。好的。回头见。无论年龄、思想、生活方式，我们都有距离。所以我想，我们还是不要见面比较好。你约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？我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好，那么我问你，你对我是不是有一点感情？是超乎男女之间的感情了。你能不能再说清楚一点？就像父女之爱。我不相信。慧慧，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。别说了，你只是怕你太太，怕我会影响你的名誉、你的地位。别以为我是小孩，我什么都懂。既然你无情无义，算我自作多情，算我倒霉。可是你别忘了，
当初是你先来找我的。再见。慧慧。志文，你敢背着我表演楼台会？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，你怎么会那么讨厌？我交完了这个月的分期付款。老刘，咱们就有自己的车了。慧慧的事跟姓李的谈过了没有？谈过了，大概没什么问题。那就好了。哎，谁是林慧慧的爸爸？是我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哼，看你一副杀猪的面孔，怪不得会生一个专门勾引别人丈夫的丑八怪。你是谁？竟敢跑到我们家里撒野？我是欧洲回来李志文的太太，李夫人。管你什么李夫人、陶夫人呢？我不准你欺负我女儿。你女儿算什么东西啊？我警告你，再不好好的管教她，小心我找你算账。什么话？你不管自己丈夫，反而跑到这儿胡闹？告诉你，我阿福不是好惹的。怎么，你不服气啊？那我们找人评理去。去就去，我阿福不偷人不抢人。哼，你女儿偷我的丈夫啊？你放屁！阿福，老粗就是老粗，不要脸的下三滥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阿福，这又何必呢？俗语说得好啊，男不跟女斗，你气坏了身体多划不来啊。要不是为了慧慧，我早揍他了。慧慧，放学了怎么还没回家？滚开！碰到鬼了。不舒服你就早点睡吧。我睡不着。爸爸劳累一生，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呀。你不要老是想心事啊，要好好的念书才对啊。爸爸，别唠叨了好不好？唠叨，我是关心你。你放心，我会赚钱养活你。慧慧，你敢顶撞我？爸爸辛辛苦苦养了你十几年，说你几句都不行啊。爸爸，我心情不好，请你不要再说了。我不说，只怕你要飞上天了。告诉你，我为了你才忍受别人的侮辱。爸爸，我并没有做错事。人家说你勾引别人的丈夫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慧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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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爸爸不好，不该说那种话。慧慧，快跟爸爸进去啊！慧慧，爸爸错了，你就不能原谅爸爸一次吗？啊？慧慧，爸爸。
慧慧乖，爸爸什么都依你，以后永远不再骂你了。爸爸。慧慧，快进去吧，别淋坏了身体。啊。有人喜欢听。志文，我们下个月回欧洲好不好？此地我真治不惯。我赞成。真的，我知道你也治不惯。那是你的想法。我住得很舒服，工作很愉快。我赞成你回去。什么？你一点也不尊重我，这算什么夫妻吗？你呢？自己也不检讨一下。检讨什么呀？你要回国，我现在不是跟你回来了吗？你别忘了，我回国以前你闹着要离婚。夫妻吵架是常事，我要是想离婚，我就不回来找你了。那你少啰嗦。我有我的办法。李太太，你说的那个小妖精就是他啊。看不出有什么令人着迷的嘛，你不肉感又不性感，哎，大概是骨感呢。李太太，开玩笑不要过火。哟，臭丫头，口气倒不小啊，我都要看看你可有三头六臂。你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让你吃点苦头。你敢打人？打你怎么样？你要是再跟我先生约会，小心你的狗命。回去吧。误会吧，那人不会干这种恶劣的事情。什么误会啊？慧慧亲口告诉我的，哪会有错？李先生，把你太太叫出来，我今天要她好看。怎么，你能把我给吃了？我问你，你雇人打慧慧什么意思？告诉你，这是法治国家，你敢胡作非为，这叫以牙还牙。不服气去告我好了。你不要仗势欺人，慧慧是我的女儿，谁都不能欺负她。走，去向她道歉去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叫自取其辱。你别幸灾乐祸，小心我去告你。谁也没有拦着你，去啊。你阿福，慧慧怎么样了？我想去看看她。不用了，你管管你那个母夜叉就够了。慧慧要是有三长两短，我绝不饶她。
休息吧。爸爸，别理我，明天一早你还得接班。都怪我没有好好照顾你。要是爸爸不是司机，要是我们住在高楼大厦，要是爸爸有名誉有地位，别人就不敢欺负你了。只怪爸爸没有出息。约好了吗？慧慧，林爸爸，慧慧，放假了还是到郊外去散散心吧，快点去呀！啊，慧慧，走吧。好，小心点，再见。早点回来。你在家等我电话，我去找个人啊。哎，你不是要陪我玩吗？我办完事再来找你。哎，我回去等你电话。还在生气，请坐。不必客气，今天我是来跟你摊牌的。摊什么牌？很简单，你到底是要我还是要你太太？慧慧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不相信比不上他。我要你明白的告诉我，你是要他还是要我？你先别激动，慧慧，我怎么可能爱你？什么？你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孩子，我喜欢你，可是这不是爱情。我上次跟你说的话，你不懂。我懂，我懂。我年纪小，我丑，我穷，没有人会爱我。你瞧不起我，我不相信会没有人爱我，我马上就去结婚。喂，我是周明红啊。什么？带衣服？跟我结婚？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吧？谁跟你开玩笑？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我？喜欢就听我的话。好，好，我先问问我妈。什么？哎，不问就不问嘛。好，我马上就来，我到路口等你啊。慧慧。慧慧，你收拾衣服干什么？我要去结婚。什么？你怎么能跟他结婚呢？啊，哎，
慧慧，慧慧，你听我说。我不要听，爸爸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不要你管。慧慧，你发疯了。我很正常，我不要住在这里。胡说，难道爸爸待你不好？待我好有什么用？我要证明有人爱我。我不准你去。我一定要去。你。慧慧，慧慧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跟他结婚，他是……我不管他是谁，我偏要跟他结婚。哎，慧慧，慧慧，慧慧。慧慧，我不太懂你电话里的意思。你是笨蛋。志文，快把慧慧交出来！慧慧，我不知道她在哪。啊，李先生，我求求你，你千万不能跟慧慧结婚呐！谁说我要跟慧慧结婚？慧慧说的。李先生，慧慧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不能跟她结婚，你不能跟她结婚。阿福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慧慧是你的女儿，是你的亲生女儿。我的亲生女儿。嗯。阿福，你喝酒了没有？没有，我没有喝酒。这是他妈留下来的照片，你看。玉兰，你到欧洲留学的时候，玉兰小姐已经怀孕两个月了。那个孩子就是慧慧。玉兰能不能告诉我，她为了家庭只好牺牲自己的幸福，没有跟你出国结婚。李先生，慧慧在什么地方？我担心死了。发生了什么事那么紧张？慧慧要结婚，我不答应，打了她一下，她就跑掉了。万一她想不开，我怎么对得起她死去的母亲呢？走，那我们赶快去报案。看到慧慧没有？跟一个年轻人开摩托车走了，好像往观音山去了。啊，这样多危险吗？
们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想见你女朋友聊聊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敢为非作歹！救命啊！上！哎，站住！慧慧，你快跑！没事吧？爸爸，你摔伤了。不用。慧慧，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爸爸，都是我害了你。慧慧，我对不起你。爸爸不该打你，骂你。爸爸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慧慧，我不是你爸爸，李先生才是你爸爸。什么？爸爸，我不相信。是真的。不会骗你的，我本来早就应该告诉你，可是我舍不得你离开我。慧慧，我太自私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啊，爸爸。哦，慧慧，你快点过去见见你爸爸啊。慧慧，快点过去，过去啊！慧慧，爸爸，慧慧，爸爸。
妈妈呢？在你出事的时候，难产去世了。爸爸辜负了他，也折磨了我自己。我为什么没有妈妈？叫我爸爸，我不是。爸爸，你永远都是我爸爸。不是，我不是。阿福，慧慧说的对，他能有今天，全是你养育之恩。爸爸，你不是说舍不得我离开吗？慧慧。你是乖孩子，你应该生长在好家庭。不，我要永远跟爸爸在一起。阿福，慧慧永远是你的女儿，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吧。回去吧。啊，走吧。